你这件礼物。早安心跳向前推进，追逐梦想不停息，是我炙热的心。不要怕寂寞，倾听你的心声，那就是正向的力量。为你加油，明天你想看到什么？相信心中的力量，举起奇迹的就是你。哎呦哎呦哎呦，明天你想看到什么？只要大家都能真的相信着，世界就能持续的美好。Thank you. 啊，这次呢，非常。